好了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小雪人。我刚刚才从薛小嘎不对，薛嘎嘎的手上诞生。我现在在夏目尼的山峰，后面就是最高的南针峰那边。大家好，我是米莎莎。那边是冰河哦。啊，所以我吃穷了，换你。希望你不要被人家一脚踢飞。我希望你可以待到冬天结束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下降。